你吗？我吗？妈，是我啦。哎，明珠啊，啊，拄仔只迄个查甫讲是你的男朋友哟。哎，啊，你认识偌久啊？四个月啊。就四个月啊！你一个查某囡仔，啊，那无要娶得好。我甲恁爸爸看阿妈咧啦，你哦，安尼刁滴刁滴，万一去互骗去，要安怎？袂啦。袂。买嘞无人买嘞，哎，我跟你讲吼，这礼拜哦拜六吼，带转来彰化，我甲恁爸爸看下嘛，还才讲吼。哎，啊你有讲安怎无？无啦。哦，那无就好啦，会记吼，拜六拜六带转来，我等下甲恁爸爸讲吼，再见。妈，再见。怎么样？我妈叫我不要跟你交往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妈真的这样说？对呀。活该！谁叫你不先问我一声？你妈真是这样说？不相信你打电话问她。去找这台傻瓜相机，而且它闪光灯还是坏的。你不用找了啦，阿斌每天都背着他的相机，不可能放公司的啦。还是得找啊，不然到我访问的时候怎么办啊？好，我帮你找，我帮你找。干嘛开我抽屉？你呀，差点把张丽给整死了。我 call 你一个早上，为什么不回电话？我知道今天下午五点要访问啊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知道呢？很酷啊，说失踪就失踪，36个小时不见鬼影子，连电话都不回一通。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担心？什么叫责任感？你懂不懂啊？我不懂，我什么都不懂。小敏，听电话。喂，我是李姐，你知不知道阿斌在哪里呀？我刚才知道。他早上拿了一些他的作品过来我们杂志社，但是我们社长他心里已经有摄影师的人选。阿斌很认真地解释他的作品，我们社长就是，我很抱歉，你帮我跟他说一声对不起好不好？你要不要自己跟他讲？他不会听的，你跟他说好不好 ？OK 啊，再见。这两天到哪里去了？害我担心死。你去做了一件傻瓜才会做的事。不傻，傻的是我。你们知道你有突然失踪的毛病，还四处找你，担心你。晚上回去也不敢睡，怕你会突然找我，急得痘痘都长出来了。这么老的人还会长青春痘？体型那么坏，难怪会长青春痘。你才坏呢，还说我。走了，访问要迟到了。走吧，再不走迟到了。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认为我照片照得好？还是连你也不认为？你拍得很好，真的，你是我认同的少数年轻摄影师之一。
能被我认同不容易。随便打个灯光，拍个大头照，谁不会？哎，我们能不能等访问完再讨论这个问题？你自己去吧，我不想去。我发觉我交的不是一个男朋友，是一颗定时炸弹，随时说爆就爆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下一次的引爆时间。球，我是应该爱他，还是应该帮他？在发呆啊，照片没拍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样交差。你是主编啊，有什么关系？好好好，等照片洗出来再说嘛，大不了我再帮你补拍几张，满意了吧？钟头前吧。你喝醉了。李姐今天又叫我到另外一家杂志社去面试，结果呢？他们要我下一期开始帮他们拍照。那恭喜你了。我好难过。我说恭喜错了。那家杂志要的东西跟我拍照的风格截然不同，我真的好难过。李姐她居然把我列为那种等级的。哎呀，烫啊烫啊，小心一点。我真的这么烂吗？才不会呢，你不要被那些无聊的话影响。你安慰我，你安慰我。我安慰你干嘛？你安慰我。走走走，到房间去。你同房睡了，这里会吵到他。啤酒给我，
茶给你。我今天来，只想问你一句话：你爱不爱我？不要犹豫，马上回答。爱。爱王九。你喝醉酒都用英文吗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，我是很严肃地告诉你。拍你，拍我，你有病啊！我睡觉有什么好拍的？拍最真实的你啊！我任何时候都是最真实的。哎，你不要拍好不好？我叫你不要拍，你听到没有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拍我女朋友。你这样拍根本是强暴嘛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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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早上我好像听到什么争吵的声音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一只生病的狼攻击一只睡眠中的狮子，这只狼看起来好像脆弱容易受伤的样子，可是它却有暴力倾向。它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攻击这只狮子，可怜的是它不认为这是攻击啊。可是这只狮子却有被强暴的感觉，好强烈的感觉。我想他不是故意的吧？就是这样才可怕。他只知道自己会受伤，从来不知道别人也会受伤。我想你应该告诉他你心里的感受，否则他永远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啊。反击一个人很容易，可是要跟一个人讲道理是很困难的，尤其是要跟和你谈恋爱的这个人讲道理。
阿斌去哪里了啦？他的照片都没有交哎，我每边扣他一个早上都没有回电话，总编发飙了。就这些，拿去给他吧。请进总编辑，局长，我张丽啊，我想介绍一位摄影师给你啦。啊，他的风格跟你们杂志很相近哦。毕楚家，啊，新人，但是很有潜力。学长，我不说那么多，你自己看了照片再决定。我请快递送照片给你。哎，你别提我。为善不欲人知嘛。好，拜拜。李小姐，李小姐，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？我很忙。没关系，你忙。我可以等，我可以等。你有空了吗？你要喝什么？随便啊。开水好了。小姐，什么事？胡东正他也外遇了，我是说，他又有新的女朋友，他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居然在外面交别的女人，而且那个女孩子还是个上班小姐。有一天我跟朋友去家泡不完，发现他跟那个女孩子在那边喝酒，两个人搂搂抱抱亲亲热热，那个不要脸的。还穿我送给他衬衫，我当场过去打那个女的两个耳巴子，那个女还掐着我的脖子不放。胡宗成他就站在旁边看，看我们两个女的打来打去，他什么都不管。你看他过不过分？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我跟他跟你都已经没有任何关系。你是他的前妻啊，至少你的身份证上面还有他的名字。我呢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你要吗？你可以自己写上去啊，上面再加一个离字。你还要怎么样？他已经离婚了，你也住进去那间屋子，你不必存钱，不必烦恼贷款，你只要谈个恋爱就有男人，而且还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。家，那算是个家吗？他一个礼拜有三四天都不回来，每天回到家都是半夜三更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还爱他？我当然还爱他，要不然我找你干什么？你找我有什么用？我会帮你去骂他、打他吗？可是我除了你，我不知道我还能跟谁说。当初胡东城追我的时候，我所有的朋友都反对我跟他来往，可是我都不听。现在他这样对我，我还有什么脸去找我朋友？还有谁会理我？还有谁会同情我？我应该同情你吗？很抱歉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可是当初是你自己要离婚的吗？不是你，我不会离婚吗？算了，如果没有你，他还是会去找别的女人。我
们一起去对付那个女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想我没这个能力，也没有这个兴趣去管这档的事。你还是自求多福吧，我还有事。Thank you.